鲍鱼沙巴，鲍鱼三百块谁吃的？鲍鱼呀、啊！啊，今天安排吃，继续安排吃吼。啊，今天沙巴好啦。来，我讲啊，要吃好就吃沙巴好，沙巴好。来一二，来三，来四，来四，四五，哎，六来沙巴，沙巴好，要吃啦。我讲最好吃的沙巴好来多三百块，最好吃的呀沙巴没有了。最好吃的沙巴好，鲍鱼下面吃沙巴，鲍鱼三百块，鲍鱼三百块下面吃沙巴，沙巴好。这钱无啊吼，我就先去收起来好不好？现在的小了，反正我就先去收起来，三百万买哦，先不去啦。来嘞，我问钱我来啦吼，我这来三十两虾饼，先不吃一两虾饼。好，一两虾饼啦吼，少年人我要吃过，无去来试看卖好不好？哦，虾饼啦，我讲正常一个人餐厅一袋啦，那个白啊，餐厅咧一袋啦，百六块、百五块，我讲来啦吼，我要去看卖啦，卖讲一袋百六、百五啦，如果生存难产，卖讲辛苦啦，两袋要去好不好？好，两袋啦，卖讲你猜偌济，三百开，一啊五开，两百就对啦。好，一啊虾饼两百块，那么只要就是两百块就袂多啦。现在吃一啊虾饼，我就是两百块。你们吃一啊虾饼吗？一啊虾饼我就是两百就袂多，无要，一个来多来，卖讲去讲好不好？三包两百，你食四包都好去，安尼两块钱要吃来，两百就袂多来，两百块，一啊虾饼两百块就袂多来。好来，我们吃啦，来帮蒸啦，哎，来两百块钱嘛，两百来，好来，还蛮多人的，来好啦，来进，两，来三十来两百块钱好啦，还要吃啦，我讲来啦，好来，进两三十来两百块钱好啦，这样虾饼来多少？两百块钱好啦，要吃啦，来两百块，要吃啦，一样虾饼来进，两来三，来四我就吃两百块钱好啦，一样虾饼两百块，我问姐吼，这样虾饼两百块钱要吃两百块钱好啦，一样虾饼，本来吃这包，一样虾饼啦，无吼，这样虾饼最好吃两百块，为什么才去存一个？为什么又存一个？为什么？来两百块最好一个人两百，无吼。你阿虾米最好一个两百块，为什么又存一个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我物件拢存一个？为什么呀？来来来，来来，快讲来呀！来啦来啦，我来。来，快讲来啦来啦吼！快食水食水好济啊！快讲快去，咱三只龙处理掉了好不好？好，咱三物件咱只龙处理掉，这叫啥？牛二两鸡腿，好，牛二两鸡腿啦吼！无骨的鸡腿排，真的喊个青菜拢会使哩。啊，真嘞，喊个芥菜拢会杀你啦！我讲飞下来就好，卖俄罗斯好无？啊，鸡腿肉生好就对啊！啊，要真要喊个芥菜拢会杀你啦！正常来讲，我讲喊着一地话就八十块，啊，我讲至少条头啦，两地要去，三地要去好无？来三地要去，四地就是啊啦，四地要去，卖讲卖五百，卖四百，开两百块。啊，四地两百，一个来五地两百块，我问一五地两百，迄个迄落，你啊，几地牌什么吃？两百来六地两百块就袂多，六个两百块，来食这无来，要食一面多啦。哦，七地两百块，我问一下哦，来食这个物件无？牛肉人鸡腿也一面倒来，拜托说八条老酒恁来，我只要吃两百块一面倒，两百块。我问一下吼，两百块迄个牛肉人鸡腿买只要吃两百，只要买个两百来倒来。好，再问一下来，过来吃无？我看我就吃两百块一面倒来，牛肉人鸡腿买只要真嘞，咱要吃大两百块来倒两百块，要吃来，要吃来过来。哦，只能三三条两百一面倒来，要吃来，我讲买三条两百，我正顺车来三条两啦，处理掉的呢，来三条两百来，要吃四条两百，五条两百，来六条两百来，哦。来，七块八块，我就吃两百块一面头，两百块。牛郎鸡腿排什么吃两百块一面头？两百。问你下吼，牛郎鸡腿排两百块，什么吃两百一面头来？什么吃？有人要来无？无要还是甲收起来卖房好无？哦，两百块啊。无啊，超过啦，时间不过来卖房啦。来咧，我只讲一下，来啦吼。三百一寸只啊，抓无啊，四目鱼啊。哦，最后寸只啊，抓拢无啊。我讲水无水，看目睭就知啊。看目睭啦吼，我讲正常，还讲一斤偌济？一斤起价差不多伫个百四啦。我即阵收埋一个贵无重要啦，即位了偌济了五百了四百，即位走两斤咯，来，两尾啦，四斤重卖五百，卖四百开三百，我问一下三百，后尾还有三百，无要，你也好啦 ，Hello 同学，两百块就好，两百好，两百，来两百来，要吃好就吃两百，我这边都来，三百就多两百来，好啦，要吃来，我春节领无啊，我就要吃，就吃两百块，这个同学过来，我来两百来。两百块钱倒来，要吃来，我就吃两百块钱倒来。哇，两百块这么吃多，两百块吃啊，两百，要吃来。我讲春节过年，想要吃一百，就一百块。来，多吃来一百，你再来万，你用十几样嘞？那是怪事，不记得吼，十几样啊，我真嘞啦。来，两时间不如买钱来好啦。来嘞，我只讲一下，来啦，来啦，来啦，好啦。来嘞，我来讲哦，我只虾仁，想要吃虾仁啦，虾仁啦吼，我讲炒饭炒面来去做啦，虾仁啦。我讲来啦吼，有人爱吃虾仁的无？炒饭炒面炒面，我来去做啦，我讲哎。来，来，咱们够差不多啊吼，哦，差不多啊吼，来，我讲来，我想要吃虾仁好无？我想要吃虾仁来大粒就好，季节做凤梨虾球，来讲来，要吃一个偌济？一斤卖讲卖五百，卖四百，咱只就是三百块，现在三百块想要吃虾仁，我就是三百，一个来就好啦。我讲只斤偌重虾仁啊，三百块，哦，大粒
好大你也未来300斤多来，我讲啊，要吃的我就借300块钱，300块来，要大来300块，来300块来，来一面头来，来要吃的我就借300多，黑零300块，我跟你写吼，写零300块，写袂吃得，黑零300块就借300斤多，黑零啊300块。我来吃这个物件无300。哎呀，你那只来300来，我只问一下吼，黑林哥要吃无？我讲就借300块钱，300块来，300块。我问一下吼，黑林300块想要吃黑林300，下人300块想要吃哎，黑林。无哟，黑林300块无要吃吼，黑林啊，无啊，跳过来，来你，我讲好来，来，你好，来这两，这个一个哦。这个准你都吃到这位哈，差不多，差不多哟。来，等一下，来，这个，我讲安尼啦，我想看卖歹事情吼。这个准你，来，还无什么啊？来，讲完就好，来，再讲完来。你刚刚看准你头几尾好不好？准你头几尾。来，就再讲完，卖钱，讲完100多好不好？还了无搞，买2包，3包就无进来，我买2包，来200块来。然后问一下来啦吼，你在做要吃迄落贡丸的无？咱买100块倒来，先来100块来，100块，来100块，来100来，搁来吃贡丸的无？煮汤也无啥物贡丸，100来倒来100块，来倒一个来100块来，倒来100来，过来，哦，要吃来，我就100块来倒来，100块来倒来，100块来要吃来，来啦吼，来倒，来坐吼，来，快过来，快来，我再搁问一下啦，100块先吃贡丸100来，倒来100块，我再搁问一下贡丸100先吃贡丸的，你问我贡丸啥物吃贡丸，我就100块就倒来贡丸100块。讲完100，无用。讲完100，佫无食食过啦，实在无贵啦。快讲，来啦，好啦。来咧，快讲，这一路，快讲，来。铁路大排啥物事啊？铁路大排啊，本来就铁路大排无。咱个这嘛，春兰山咧，也嘛较处理掉。咱个真咧来啦吼，如果咧卖这啊，吼拢比你共买车都较俗啦。你外口共买车嘛，无只俗啦，讲真咧来，是好啊，真行情。在恁啦吼，咱讲这个行个钱个在恁啦，一地偌济，正常讲一地遮大地，一地拢爱80块嘞啦。咱外口只平平，一地拢爱80来，少少条都好啦。我讲来啦吼，两地要去好无？吼，两地要去啦，我来啦，去偌济哈？3地要去，好，3地要去啦吼，3地要去，莫讲你开偌济，莫讲你卖500、400，开300，咱卖200块好无？3地200块一面都好来，要食来？来4地200一面都好来，200块，好，4地200就食来好无？好，4地200，你要食啥无？铁路大排啊，5地200块一面都好啦。5地200块，你要食啥无？有个200块，但我讲我招一个头啊无？5地200要食来，我讲卖啰嗦。我无啊，人真诶啦，要食来，即个地我招恁来，200块来，要食来200，来过来200，来要食来200一面都好来200块。我问一下，我招一个200块，啥物食？200好无？铁路大排啊，我招一个200块一面都好。铁路大排只要一个人200块。还有个鸡来就摆，我食鸡好，不要问我来。然后一个来啦，过来，要吃来鸡，两，来，三尾就一个200块一面头，3地啦，来，喂，快坐，你讲话坐哈。都多钓一摊了。啊，这个有我靠袂。我讲来啦，过来，我讲我就一个，我吃200块来头啦，我剩个200块，四，五，然后就一个200块一面头200块，不然只200块谁输了？铁路大排呀，我就一个200块一面头，来过来200，然后问一个来啦吼，可以吃这无？啊，鸡，两，还三，四，四，五。啦，我就借200块，只借200，不要无200块，200块，有人要吃无？无吼，只对200块来200，来，快过来啦吼，1、2，还有吗？没有了。来，100块，谢谢啊，还大姐，大姐这地无好，请你倒来啦无，哦，还佫白楼这地无好，还佫这边啦，来嘞，我只讲电话来啦吼，来嘞，对咯，还剩几位啊？十一位啊，这嘞，要先我做点料去啊。来咧，到底有人要倒销的无？有人要倒销的无？一个人倒啊无？好，你慢，再来开人哦。买500块，我买有健康好无？好大只的，好大只的透抽啦，三个菜在恁拿好无？好正常一斤300块，一尾两咧3、400，两尾卖500，来三尾卖500，三尾卖500，来四尾卖500。诈骗集团。透抽你要三无？我问一下，来，大只的哦，一面倒来。500一面倒来，500块，来一个来，我讲，即尾我送500块，即个偷抽的一个500倒来500块，你个偷抽无就是500一面，500块，有人要倒销的无？500块，无用，500我就一个500无用，安尼好啦，我讲来，卖袂啊，不卖了，来咯，来，
要吃咸猪肉哟，来两百块来买一个吧。好，咸猪肉两百，看我这个钱在你啦，好不好？两百块，来一来两来两百块。那我问一下，咸猪肉什么吃啊？咸猪肉啊，好，一个两个我招一个两百一面倒来咸猪肉，我全部开掉。我问一下，咸猪肉全部开掉，什么吃两百块？无哟，好来。哎，阿这阿伯还呢？阿伯还你们吃不？阿伯还啊，有人要吃阿伯还的不？一百块来倒一百，来倒一下。阿爸，我想要吃来一百块。阿爸好啊，来。阿爸，我一百块，阿爸想要吃一百块。一百块鸭肉丸想要吃一百块。阿爸好啊，阿爸好啊。无用，来。你哋大家开胃。来，你哋我来讲哈。这几位哈，来几位？两位，两位，三位，四位，四位，五位，五位，六位，六位，过来，六位，七位，八位，啊，这几只小家庭的啊吼。哦，今天不要做那小家庭的啦。哦，八个人对吧？哦，八个人，二四六八，很对的九九只呢，高位呢？啊，高位啦吼，我招高位人啦，五百都五百好，阿你好不好？我会加我来，五百标，小家庭。